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陈烈是旅居日本十年的商业时尚摄影师，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位亚洲男体摄影师。我觉得他在整个的职业生涯里面拍摄了无数大家熟悉的男模和 Gogo Boy， 他的作品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里广为流传。很荣幸今天可以采访到他，我们聊了近三个小时，所以这次的节目会先播出第一期。好，大家好，我是恰小包。大家好，我是陈烈，在东京的摄影师，今年36岁。哎呀，好羞耻啊，把要说那个年龄说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说我属龙的时候，大家猜，本命年，然后就想到。反倒十二、二十四，然后就没有人会敢说出36这个东西出来了。我看你的作品很久了，然后认识你倒没有那么久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属于一下子聊的就很投机的那种，是吧？对，你不要说那个什么，我看你的照片，我从小看到大那种就 OK。要啊要啊，我看你照片从小看到大。这不行，这。怎么说呢？反正好吧，没有没有，的确很多人说这个对我说这个事情，我至今还不太接受，就是不知道给他们什么反嗯，小朋友吧，我年纪比你大，所以我看很多那个男性摄影师可能很早，对，有各种各样的，像之前任航对吧？我跟你也聊过，任航也是我们之前在北京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是。算很先锋的啊，国内比较先锋的艺术家去拍，男性摄影的，包括在之前可能更早，杜达雄，男性写真摄影师，可以这么称呼你吗？摄影师就好。其实说真的，我是什么都拍，因为我本职是做广告的，所以你要拍实物、拍风景的话，我也有在做了，只是就是碍于一个什么个人品牌的 branding，人我设明人设，白，对的，人设碍于人设，所以你看到我的板上都是只是发男人的照片之类的。社交媒体上大家认识到你的那个 tag 是，男性的摄影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蛮好奇的，因为其实你是广州人，对吧？然后你怎么会对，在东京待了十多年，跑到日本当摄影师呢？我在广州读的大专，然后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实习了，我在那个电台里面实习，也做娱乐记者。那个时候就开始拿大相机去拍照了，然后有一个很好前辈带着我一直去跑娱乐新闻现场之类的。然后那个前辈在我毕业的时候，他也辞职了，自己做小生意了，然后拉着我做小团队。广告团队这样也要做拍摄的或者是一些品牌营运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接触广告这个行业了，做了2-3年左右吧，反正他的小团队就被类似大公司收购了吧，然后我就进了那个大公司里面做那个设计总监，一下子就觉得，就你说一毕业就位置就那么高了，而且我自己有点自卑啊，我不是本科，我是大专的，就是一开始就。一上去就要管那个十几个人，然后还要跟其他部门开会这种事情，或者是一些什么部门之间的大人小斗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就有点受不了，对，我就存了点小钱，然后就过来，打算本来是打算 gap year 的，但是然后就发现奥运好像也是在这边哦，然后就。然后就打算明等白。到奥运之后再说，再看怎么办吧。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就10年了，所以你是哪一年到日本的？2014年，2014年。今年是10年，刚好10周年。哦，正好10年，哎，那蛮好的，那正好又是你本命年，这个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巧合。真的很怕本命年这个，因为星座跟生肖都说今年。属龙的朋友跟那个射手座会犯口舌，说我很怕，我心里那个 fat 跟你，就是我觉得，希望这集节目出去的时候，真的不要有什么言论言上的这些行为，我感觉我不会，很会说坏事情。
我会跟你站在一起，对，而且要是本节目是有 diss 的话，我的脸皮应该比你厚，应该跟很多人一样吧，就是学语言学校先想念书，对吧？对对对，你想考我刚哪刚是个？考多摩美术学院，啊，多摩，嗯。最后念的是 Tokyo Visual Arts College，东京艺哦术，东京视觉艺术学院，但是，OK，它是所个专以门你学的校专业就 MBA。是摄影是吧？嗯，对，2年啊，对，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其实会选一个方向，我是选那个 Fashion Photography。啊，时尚摄影，嗯，时尚就是要拍人、拍衣服嘛，对吧？就是对对对，因为你是属于就是说先实践啊，然后再系统的去学摄影的，对吧？所以我的问题就会说，哎，在你已经有一些职业经历，而且你在国内，其实也做到设计总监，对吧？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你再去到日本学系统的理论化的学摄影，你觉得这个2年对你的观念或者对你的实践有改变吗？简单一句说的话，我可能是就是知道这个市场跟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我才去学我觉得需要学的东西吧。先从我的第一张照片开始，1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用相机帮学校拍活动，各种大大小小的学生会活动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用那个卡片机去拍照了。然后大学就读 Multimedia Design，就在大专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开始拿大相机，然后就实习，所以就大概知道啊，想要拍这种东西的话，要什么器材或者什么东西。但那个时候可能最初真的那个初衷跟意图就很简单，就什么记录青春，真的是那个东西。拍下来就行了。16岁的时候，我哭着跟我妈说，我说我快17岁了，我想毕业的时候，我想多拍点照片，你给我买一个相机吧，卡片机也可以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就比较注重，现在想起来的话，应该是那个偏向于什么情感啊，跟人的关系的那种捕捉吧。所以你但妈给你买了，鼓励你了是吧？就给他买了一个3星的卡片相机，陈冠希同款那个时候。对，不错，原来你也是继承了陈冠希陈老师的我衣也钵。是，我也是，我也是陈老师的衣钵，对，我也是陈老师呀。我叫陈冠希，跟我念一遍。还记得我？什么？大声点，听不见。对，对的，好的那所以就是，所以就嗯，所以但是就是读大专的时候，老就是说我的什么构图有些什么国画的精髓在啊，就有点像国画构图啊什么的。所以说，如果说让我再提升一下自己的话，可能可以去一下日本，看一下那些更加极致的东方审美之类的东西，可能对我的以后的设计，或者是对我的就是说审美有提升什么的。所以我就说工作累了啊，那我就去日本看一下吧，反正就当休息一下也好。所以就这样去了，但为什么会选那个 fashion photography 的话呢？那肯定是一个是跟市场有关，就那个时候就反正时尚摄影好像还蛮流行的，什么美对，空网啊那些东西，大家都发很多这种，而且我还比较想学一下那些摄影棚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然后那个时候，就学什么布料的表现啊，就。或者是质感上面的东西啊，然后对我现在在拍人或者是拍人的身体来说是很大的益处。怎么说，人的皮肤也是衣服的一部分嘛，你可以当做是人的衣服嘛。对，我就 texture 比对较，吧？都是一种材对质，对怎么对，样能够表现得更美，是吧？对。所以你会看到我的照片，其实如果细看的话，他们有在做认真的肤色统一啊之类的那些东西。你觉得你有特别喜欢的这种日本的大摄影师吗？或者谁的风格你很喜欢，然后照着他的那个方向去靠吗？说真的，我个人会很怕被他们的风格或者是一些方式影响到，所以我基本上不会细看他们的作品，或者是甚至是不去认真记住他们的名字或者模特名字。但是影响我很多的是啊，日本的话那是李元康正老师，那如果是世界上来看的话，那个就是 Terry Richardson。
就是用Perry，闪光当然，用闪光灯非常厉害的那个，对对，对，而且他们两个都他，是用直接的闪光灯的那种。对，而且 Terry Richardson 他就是什么卡片机也乱拍，对吧？他就是随时随地就不停的按快门的那种，然后米对。原康正老师呢，就是对女性人体的那种重构啊，或者是那种肢体的美啊，那种的表现，我觉得非常极致。所以我有很多的男生的身体的照片，其实有在跟他学那个肢体重构，或者是重新表达的那个方，用他那个方式用把他那个方式用在男生的身上。你大专的老师说你的摄影有点像国画，你说国画的精髓，那以我粗浅的理解，国画的精髓不就是留白嘛，对吧？所以你的照片是会有很多留白吗？我有非常的居中跟非常的留白的，有过，现在可能会就是极致居中会比较多一点，或者就是一个超级大正面的那种东西会比较多。你可以跟我形容一下吗？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商业摄影师，你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早上起来做什么，对吧？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你可以跟我大概说一下吗？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内裤品牌公司实习嘛，所以就接到了很多你说的内裤拍摄啊，或者是到男士内国裤是吧？男士内裤，所以还有一些可以上到泼水节舞台，或者是台湾游行舞台的那些拍摄机会都有。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跟上班族一样了，就是周一到周六都在上班，然后周天就是约几个朋友出来拍拍，想想拍拍身边的人这样子。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就是只要不累的话，都拿来修图。修我图的生活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健身呢，所以就你问我平常要干嘛的话，就是要不就拍照，要不就修图。也是一个就是朝九晚五的生活啊，所以就是器材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对吧？特别无所谓。基本上是，或那者所以你你现给我一个在，胶片机或者数码机，我都应该都是可以驾驭到的。很厉害，那所以你现在自己日常如果拍的话，你的主力设备是什么？你自己的主力设备。我自己是一台属于我的6D，然后还有一个佳 5D 能是 Mark One。吧？哦，OK，所以你其实还在用单反，你还没有去用那种无反啊什么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啊。我是觉得太轻量的，反而它不像一个怎么说？职业摄影师的设备我有一个很奇怪习惯，我有一个很奇怪习惯，就是我把我每一台相机当成一个，当成我弟弟，当成一个人。哦，所以这个他很有叫意六思 D 的哎，话，他叫六 D，我就叫他六 D，就是六弟 D 弟的弟。哦，对，每一台有都意是，思。而且就是我买。我刚我我觉得都有人性啊，每一台机器，就是比如说我把6D 买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花了半年的时间，头半年我真的拍的东西我都觉得不喜欢，就看好像有个弟弟在反抗我一样，但是慢慢用着用着就好像顺了，反正我知道他快门他的脾时气间在或哪者是里？一些，对，我就是我按了快门之后，其实它不是记录我按快门那一下东西，其实它快门是有点慢的。就过了之后，我大概知道它的脾性了就开始用的顺起来，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机器这个东西，可能我还是偏向有点重量的，会比较实在，感觉跟它有联系这样子，这就个导很致有我意的思手指哎，会有点关节炎，我整个拇指都按会有快时门候，按太多，对，单手拿机器拿太久，真的是会有这个状况，哎，我但也是我喜觉得反正欢真的还单蛮手爽拿。的这个感觉，对。你这个形容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亚洲人，很东亚，就是你会把这个东西拟人化，对吧？它明明是一个工具，但是你会觉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驯服一匹马。对吧？如果你是一个驯马师，这个马是有它自己的脾气的。你头半年可能跟它处不来，你得跟它交流，然后它也适应你，你也适应它了，然后你们才形成了一种默契，是吧？演什么万物有灵的那个概念，日本的，有点意思，这个很好玩，感觉很好都要玩。养出来的。
OK，那机身是这样，那你最喜欢的焦段呢？这个是不是太专业？但是我是摄影爱好者，所以我就很想问你，你觉一得直你都拍在人像，用50系列的，一直都在用五十。50对吧？OK，我懂了，因为一般来说最经典的两个焦段35跟50嘛，对吧？50就是标准的最接近人眼的，你也是最接近人眼的这个焦段，对是吧？的，是的，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捕捉情感的时候特别特别敏感，对我来说了。而且它因为它比较远嘛，所以你看一下你拍的时候，会跟它有一个距离。这个对于我拍不太认识的人、不熟的人的时候，对模特有一个放松的作用，就是有个距离感在让他放松的。对，对，所以因那为么就三比较五远。可能你站个1米就可以，可能50你要站个2、3米吧，对吧？拍一些什么的，对对可对，能如果就要全是，身还是什么的话，所以会离得远。反而，但是有距离，反而你觉得你更像一个观察者，对吧？不会离得那我不么。是，我一直不是观察者，一直不是 OK。观察者，因为人家都说有，因为我一些朋友他说拍摄的时候，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空气，他是一个透明的摄像头，然后去物件，观察一个对方，我不是，我一定是我沉，就是我陈列在你面前，就是很 make attention 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Terry Richardson 跟米原康正这两位老师，因为就是那个闪光灯就是一个大写的啊，我在 那种感觉，明白，就是有一摄种影师是存侵，在的，对对对对对，你并就不是试有图一种让自侵己犯消性攻失。击性的东西，对对对，而且你的所存以。在会对模特儿产生影响，然后模特再给你一个反馈，对吧？你是要把这些捕捉下来的，并不是说模特最自然的状态你消失了，你去捕捉它。就经常说陈列折腾模特，陈列让模特难受那种评价非常的多。那你拍了这么多年，男性的身体，你会觉得，有什么心得吗？或者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拍男人，因为一般来说，像以前可能顺直男的世界，就是所谓的写真集都是拍性感的女性嘛，对吧？像你说的米原康正也是，就表现女性，因为女性的身体是有很多曲线的，对吧？是柔美的。而且有很多可能是属于男性的性幻想在里面，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关系，因为我觉得一个是，的确2000年以后，我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对吧？然后拍男性的身体，而且是男摄影师去拍男性的身体，就像你说的，可能在传统摄影看来，它归在时尚摄影里面。但其实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多变成大家自我的表达，因为社交媒体兴起了，对吧？就算没有摄影师，我们现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是男同的社交圈，大家都会健完身来个自拍啊，对吧？或者说，对对对对对。训练半小时，自拍1小时这样，去展示自己。对，所以这么一个时代，其实大家也都受了当年的这些时尚摄影，或者说，就是怎么说，男体摄影的影响吧。但是现在是一个表达越来越多元、越来越自我的时代了，对吧？然后你作为一个这个时代的男性摄影师，你觉得有什么跟之前会有什么不一样？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我自己的心得，感觉要从修图开始说起。可以啊，人家说，人家我听到的比较多对我的评价就是啊，前面拍照怎么修了，好像没修一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那个称赞了，一种认可，因为就是我是读大学的时候是先看解剖书，然后看了人脸就是肌肉结构之后才去动他们的身体的，就是说的液化什么的，所以变成了每一个拉伸或者是每一个液化都是按照就人体是比机例理来去的，做的，就是这个人，其实我动的不是
硬生生的把他的轮廓改变，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做了医美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他化了妆之后什么样子的，就按照那个他的生理的长势去修的，所以大家就看到啊，好像气质气场不一样，但明明现实生活上这个人，就活生还生是站要在那里，真那为实什的，么？对对对，他不是变成另所以说，外一个人，对，然后就代表了我对那个身体或者是脸有一些，不知道能不能说上是那种医学上的知识吧，所以导致我现在在日本就变成拍肌肉男，因为工作上的要求需要拍肌肉男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的时候，会更加在意他哪些动作可以做得好看，或者哪些动作做不了。对，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可能是一些练背练的背阔肌群练的比较凶的那些模特的话，他们可能他的手举不起来。又或者因为是他跟他们的你手，太多了，或者他们手下不能垂直，就是因一为直已是这经样的，是夹吧？太，对对对对对，所以要如何在他们既有的那个肌肉量的状况下，让他们摆出一些千变万化的 pose，或者是拍上去他们好像很灵活的样子，是需要我去动脑去想的，就需要根据他们的那些肌肉走势跟他们的体能去想的，或者是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所以应用在所有人身上，每个人都是因为肌肉都不一样，身体不一样，所以让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审美或者是美不美，可能就是每一次挑战一个人，就是让他摆出一个他平常生活不可能摆出来的，但是是非常好看的 pose 的话，这让我会有一定的满足感。的确，有的人练得很壮，对吧？而且就是，如果他体脂也不减，又是肉壮的话，他其实他自己洗澡可能都都不行，背是对够吧？不到的，对对都对，要用那个老头乐啊什么的所以去。他就不能，他的手就不能这样往后，就不能一把这般个来手，说会就是做这种姿势，不对能吧？做出那个什么什么绣叶下的 pose。他就是有一些选手是不能这样垂直下来的，他只能上到这里那你就怎么上给不他凹去，造型呢？就别他就的上造不型，去。就别的造型，看看他哪个关节是比较可以凹得出，灵就是活幅度的，可以比较大的，所以就让他去转那个关节或者是腰之类的东西。要一定要换，对，有些人就是一进场就说，就是啊，我手举不起来，或者是啊，我不能叉腰，我的手放不下来，不能垂直，就和多拍了就能知道他的那个有意关节思，的那个极限在哪里。对有意对对，思。但是有可能他的脂肪可能比较积聚在那个臀部比较多的话，那可能那比较就臀部曲线咯，或者是他像刚才说的，他可能因为背阔肌比较大，不能举手，那我就强到他的背阔肌好了，拍他的背啊，就那，对，对对对，就那个感觉的东西。那当然是，如果是拍说到什么拍内裤品牌的话，那当然是强到那个 size 感，对对对对对，腿、那个轮臀、前廓，凸后翘，对对对，就那个意思，就看一下这个小小的三角形，还可以说有什么变化吧。很多内裤的模特，他们本身也是 Gogo Boy，对吧？或者说是所谓的日本的这种 gay 圈的名人啊，甚至有一些可能还有 OnlyFans，哎，所以你跟这些人接触，所谓的天菜哦，就是模特级别的这些人，你跟他们接触下来，你会觉得有什么感受吗？有什么奇葩吗？有什么我们外面的人不知道的 这个八卦吗？想听这那些，接触下来，就跟世界各地的名媛一样，其实都是普通人，甚至在我眼里，有些人姐姐，有些人是妹妹这样子。因为其实，比起那个服装拍摄，就是内裤品牌拍摄，其实更加多跟他们相遇，或者是其实是在 party 的舞台，因为我还去做活动摄影嘛，跟派对摄影嘛，所以更加多跟他们相处，或者是跟他们能聊上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在 party 的后台里面，休息室里面跟他们相处的比较多，所以你就是说聊下来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爱乐，也有自己的人生烦恼什么的，所以就跟正常人一样，所以就慢慢的就是聊多了，就是可能比较更加在乎他们内在的东西吧，所以就变得那个脸好像看习惯了，就这样吧，就那种感觉。你的回答也太有礼貌了，我要听到一些不太礼貌的。
大家都说什么？请你介绍一下吧。就我就说，我就说他们都是好人。如果他们真的看上你的话，你过去请一杯酒，或者是你直接给他要个联系方法，他们都会给的。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就是因为，而且因为啊，他们有些狗狗啊，他们不要以为狗狗都喜欢狗尾，或者是狗狗都大只佬都喜欢大只佬，有一些他们的菜真的是意料之外的，给我举个例子，来，你可以不说这个 Gogo Boy 的名字，嗯，能说当然更好。就有一说可能就有可能有人说他们啊，觉得自己明星什么的，他要选一个美的，不一定，有时候他们真的有点，有些人真的是希望舞台上风光，但回到家里有一段 平平平淡淡、凡。细水长流的恋爱之类的东西。说他们有时候会喜欢一些在我眼里可能是就是普通人的脸，或者是甚至是比较也会喜欢一些身材丘比一点的，就是中文说可能会喜也也他们里面也有喜猪妹，的确就直接说。对，然后这个猪在这个节目的部分不是贬义啊，我要问尖锐的问题啊，对，因为嗯，我听到一句话是，所有的 Gogo Boy 其实都是有一个价位的，因为你看他们就是因为亚洲 gay bar 嘛，其实最多的地方一个东京，对吧？一个首尔，然后一个曼谷，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最频繁的，可能台湾也算吧，但是台湾因为大陆人去的少一点，对，而且台湾太小了啊，可能就这么几个酒吧，对，但是经常泡。这些酒吧或者来国内吧，也有一些会国内的酒吧也会请嘛，对吧？请一些日本的 Gogo 对对对，Boy，他们其实也就是包个基酒，然后演出费用也不高，对吧？然后日本可能还塞塞小费，可能对对对，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往内裤里塞小费的文化，那他们其实收入也没有很高，对吧？所以我听到的是，很多 Gogo Boy 是有价位的。这件事是真的吗我不确定，我的说法是不确定，但是我会可？OK，以把我的版本跟你拿出来交流一下。我听到的版本就是时代已经变了，有价位或者是要靠这些价钱来养家活口的狗狗，或者是演员，或者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现在就是都是有正当的职业，甚至一些非常高端的职业，里面有医护人员，也有律师。也有飞机师之类的，所以他们的经济就根本就不用愁，他们是做 Gogo 或者是演出一些影片，其实只是为了个人兴趣，只是为了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所以他们有可，在我看来啊，他们有时候真的不图这个钱，可能就是贪图开心这样。所以明说，白。你说有价钱的话，有，现在我看来就是知道一些类目来看的话，就是。跟价钱比起来，如果那个所谓的金主，就是可能对他们好一点啊，或者是长得好看一点的话，他们其实都很乐意，就是一起去个旅游啊，吃个明饭啊白，什么的，只要表明现的白。友好的话，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近几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少的年轻的狗狗出道，因为他们家境或者经济状况太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出来，用尽方法讨客人的开心之类的，所以能出来的话，要都是图一个乐趣。我忘了名字了，但是我跟你交流过，就是，可能蹭过你拍照的那个狗狗，就是他正职好像是那个弹钢琴弹得很专业的，对，他也有在哇，表你演，这应个该知太道我明说的是显了谁吧？吧？你太明显了 没有没有哎没有，呦，我的听众有很多是不 OK，熟的，熟的话应该知道是谁。对，说实话，我很欣赏他，就是穿上衣服，尤其穿正装弹钢琴的那个很投入的，对吧？但是他不弹钢琴的时候，这些内裤照，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喜熊喜胖，他其实不算。但是我觉得，哎，但是他的这个线条也好，他整个就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从他的脸到他的肌肉到他整个气场，哎，我都觉得是我可以欣赏的那个 Gogo Boy，就是我觉得很好看。对，你也给他拍过，对吧？但是就是我感觉我还去订阅过他的 OnlyFans，我就觉得他 OnlyFans 完全不能看。就是
这是很糟糕，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哎，有些 Global Boy，怎么糟糕法？一就是没有什么很限制级的露点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它除了就是你订阅了以外，它还有内购，就再加内购，这个其实就是除非你的内容特别好，不然的话你其实有点就是太想赚钱了，你懂吗？就是这个价格收得很高，但是其实我又不是来追星，你不是明星啊。对吧？你是个 Gogo Boy，我可能就是想欣赏你的这个肉体，但是你给到我的这个，我就觉得哎不太值，我会觉得不太值啊。就付费看这些东西，这个跟你感觉看你的 Instagram 没什么区别嘛。哎，日本有一个，就是 OnlyFans 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有一个热搜，推特热搜叫做 "Gogo 诈欺"，诈欺就是欺骗你，就是啊。你有知道那个事件吧？我不知道哎，你跟我讲讲啊。就是那个时候 OnlyFans 刚开始在日本推广，所以就变成很多 Gogo 都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在里面发东西，但是大家都发现订阅了之后里面。没有大家想看的那些东西，对，都是一些生活我照。就是欺诈受害者。对，然后就基本上推特炎上的不得了，但对，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为日什本的么法呢？律根本不允许这些全露的成人内容在里面展示的，不允许在付网上费也展不可示的，以对，付费也不可以。啊！所以说，然后但是。那些狗狗们又想试一下水，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能性，但是他们是绝对不会下海的，大家也知道了，他们不缺那个钱，所以他们就随便扔了一些内容进去，然后或者随便发了一些照片，甚至是一些 Instagram 发过的照片都发进去，然后开一个账号，看看谁去订阅，他们真的只是一个试水的心态，没有真的想要骗大家钱什么的，但是。就大家蜂拥而上了，明然后白，他们觉得有效，他们以为有效了。因为毕竟有很多网黄在前面示范嘛，对吧？尤其欧美的，他们其实更加的没有这些禁忌，有些可能已经是下过海拍过 GV，也有的可能就是，网上人气比较高，对吧？然后他可能练得也比较好，然后他也不介意去分享这些，他就自己拍，可能是 solo 啊，也可能是一些所谓的联名什么，但是他们可能不太 care。对吧？但是日本，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保守的那一面啊。然后大家可能期待和最后得到的就是有落差的，所以会说这些狗狗有点欺诈。因为 OnlyFans 就让人感觉，如果你不发那些，你何必开呢？对吧？我但就那种是感觉。日本的 OnlyFans 最近我又看了一下他在日本的推广，他们是鼓励大家在上面发教程的，他们是鼓励教大家程。发什么瑜伽教程啊、烹饪教程啊那种东西，那是因为所以他说的就，这个黄色标签太重了，所以他希对。望多一些这种非色情的内容。但是你也知道，OnlyFans 之前有过一个事情嘛，就是他们的股东，给 OnlyFans 管理层压力，说你们能不能禁黄，就像之前 Tumblr 一样，对吧？就禁黄，不要有黄色内容。然后 OnlyFans 也很聪明，就是直接去问他们的用户说：“我们要禁黄了，你们愿不愿意 ？”那所有的用户就说：“啊，如果你禁黄了，我们就抛弃你了，对吧？”然后把不股东退吓了。回去了。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它的支柱，它最核心的内容、最强的付费动力，一定是这个人成性人最内根容。本的一些东西。对，怎么可能呢？对，怎么可能？所以你说那些他主张、他推广的那些，肯定就是，对吧？并不是他支柱的东西。所以，狗狗们就看到啊，官方的推广的形象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做你们想看的东西都没问题，因为我是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去用这个平台，明白。但是所以这个他们就不觉就得有这点个日本人错，的那种古板，就他脑子转不过来那种感觉。对，而且很多人因为忘记退订，所以的确造成了一连个续扣费，对。硕大的利益在，所以他们就这个事就放着不管了，就一直发了这样子。然后现在蛮就有意变思成的。如果真的要现在他们开始可能真的要认真做内容的话，也只是做一些商业内容，就真的放一些商业的比较擦边球的拍摄进去。明白，我知道，像另一个很红的那个是
这次也来曼谷泼水节的，就是他很红，他拍过一些算擦边吧，就他没有脱，但是可能就是全身抹满那个什么润滑液啊，然后有人摸他啊，怎么样？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他们这些 GoGo 的极限了啊，嗯。对的，主要是他们是这，他们对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人设把握的不好，嗯，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是可以的，做什么不可以的。你说他们最初只是需要上台跳舞的，他们是没有做过这些什么品牌营运啊、策划那些明东西白。的，所以有什么嗯，内容是 OK 的，基本上是由。一些想跟他们合作的人明来决白。定的，比如说一些制片的厂商啊，或者是我们这些摄影师啊，或者是一些你也看到了有那个催眠师的一些合作也有，所以都是其他人来提出策划的，对，让他们来接受不接受，让他们来决然定。后我觉得他们也比较特别，他们毕竟也不是那种就是像国内这种网红，他可能有 MCN 机构，对吧？帮他运营，他可能有自己的运营人与团队，甚至有经纪人帮他去把握一些商业上的这些事情啊。他们就一个人，他可能也没有这个商业经验，也没有这个头脑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把握这些。对那且，OK，别蛮忘有了，他意们思还的。有一个正当的工作跟社交需要处理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他们嗯，只能做到最努力的，只能是把自己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物料更加打碎的放一部分在里面。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些还算是比较正面的案例，因为我听到的其实是说这些年，Gogo Boy，因为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这代人吧，80后、90后，对吧？我们表达的方式也更加自我了，我们更多的不是什么生计所迫去做这些事情，而是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对吧？就是 I'm proud，我感觉我很骄傲，我想展示我的身体，我想被人喜欢，然后我可以有一个就是，想要展示，想要得到认同。对对对，这一面它有多了，就是人可以有更多面嘛，对吧？然后我的正职的这个职业，因为我不会叫正当职业，因为我觉得 Gogo Boy 也没有什么不正当，也不对，对吧？只是那个正职是那帮个他对，养家糊口的，对吧？就 pay well 啊，就是收对，入，那个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对现，Gogo 在还 Boy 有一就个是一副个业，业余爱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觉得这样，但是这个是属于我觉得正面案例。那有没有这种反面案例？就是那有的人他做 Gogo Boy，他就是为了混圈，他就是为了找金主，他就是不务正业，有吗？我就是要听这些阴暗面。阴暗面，哎，你要攻出一个，但是有 时候你这个我反应好日说，本啊！哎，因为就是你看我那个表情，就是有东西想说但是不敢说那种感觉。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反正他就在厄蒂木当酒保，然后。就身体练很好，然后很可爱，20几岁的样子。然后他们就好像是读大学没读完，就直接去，直接就是反正就每天都在厄丁木去喝酒，混圈子，嗯对，混圈子之类的。然后 K-pop 不是流行了吗？然后嗯嗯，嗯。就努力学 K-pop 什么的，然后就跳舞，疯狂的嗯，拍抖音，然后就发上去这样子。嗯嗯，然后就因为而且他也很喜欢，我不知道他是很喜欢国外的朋友好呢，还是说他不喜欢日本自己本国的日本人，反正他就非常努力学英文，所以就非常会嗯嗯。跟来旅行的游客打交道，顺理成章的他可以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可以睡不同的游客之类的东西，他还或者是。就被邀请去到国外的一些 K-pop 的活动去跳舞，或者跳 Gogo 或者演出什么的。对，但是如果按照以前的眼光来说的话，那他是不是每个礼拜这样子就出入高级酒店，然后 Instagram 都是高级酒店的早餐的桌面，或者是高级饭店的大餐那种东西。那他算不算以前的说法来说算不算捞妹呢？是不是？对，但是有意我跟思，他之前我还觉得他有点不务正业，或者是
就是你这个年纪是22岁之类的，那是不是有更加有意义的东西可以说可以做啊？就不一定每天都泡吧这样子。他说也不是，他也是反正他是想要玩，或者是说白了想要睡觉，或者是只是想跟喜欢的人睡觉而已。而且他们吃就是那些就是他的睡觉小伙伴们，他们只是请他们吃个饭，他只是陪他们走一下东京旅游一下，一起玩一下小旅行什么的，也没有收些什么钱，但是他们就乐呵啊，他们逍遥自在啊，他们好像算不算另外一种躺平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单独讨论啊。但我的观察的点是说，其实这一代呢，我觉得大家肯定有更多的自我表达，而不绝对是因为你想日本，不能叫高福利国家，但我觉得它对国民的基本保障还是很好的。对吧？就是你即便失业了，你还是可以从政府领钱，你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生活的。但我的确觉得，就是所有的社会啊，现在主要的几个，就全世界比较大的国家，大家都是面临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对吧？就是，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向往，比如说晒个酒店照啊，什么泳池啊，动不动就是热带小岛啊，这些本身也是受更大的这种网红文化的影响。对吧？包括好莱坞明星可能也是这么晒的，对吧？无非就是，酒店、豪宅、头等舱、海边啊，然后，美好的肉体啊，什么诸如此类的。那这种东西，一个是社交网络，一个是贫富差距，这个会影响很多人。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会有一些社交焦虑的，或者叫阶级焦虑吧。如果你说的那个政治化一点，那我不太想政治化，对，所以可能就是一个社交的焦虑，就是哎，你看别人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好啊？但是我也没有在职业上有什么特别想努力的点，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拿到一份好的工作，对吧？那可能就是哎，我混一混啊，别人就也是朋友嘛，对吧？请我吃饭啊，大家我性上面也没有很保守啊，怎么样？那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方便的一个楼梯或者台阶，他可以去过一下他觉得理想的生活。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高度自我认同的，别人怎么说再说。你想，大妈在小菜场买个菜，她难道是付不起5毛？但她就是要跟你争这根葱，我只想付3毛。她胜利了以后，她对自己高度认同。她今天做这个菜是不是要葱？要葱也不见得，但她就觉得，哎，我今天占到便宜了，好开心。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说，我就说你这几年，你25岁之前这种玩可以，但是你到了25岁时候还不想有什么后路的话，那还是不行的。因为我怎么说，在这边10年了，拍 party 什么的也拍了7、8年吧，所以我还真的有人。真的看到在 party 上有人就是花枝招展的，练得很肌肉的，在 party 上一站就这么站了7、8年，到最后还是一个人的去 party。他们最后的 Gogo Boy 的人生境遇会什么样呢？Gogo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吧？就反正如果是真的冲上了一线的话，那有国际舞台、亚洲舞台。然后，而且他们也有正当，也有正职，所以他们突然退下来，也不是不可能。反倒是那个，你说可以说是七八线那种啊，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经过了努力甚至手段之后，还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或者上不了一些特定的舞台的话，他们如果不放弃的话，那还是。还是蛮辛苦的，直到他们放弃为止，就是比较残酷的。就反正看到退圈的也不少，但反正就是新人的不断来，但是这些新人的水平，先不说业务水平，首先说对自己的什么皮肤管理、身材管理，到不到一个水平，营业到不到的一个专业水平，甚至说舞蹈基础有没有，都很难。都很难说他们
就很难去评价他们，评论他们，他们就是说想要挑战一下，或者是想要希望，甚至是有人想要通过篝火这个职业来得到真爱的，或者是什么的，我都无法评论到，但是我只是看在眼里，就把我看到的跟你说，你看一下你能不能再总结出什么事情出来。稍微问一些仿纲上有的问题啊，你拍过哪些？就终于是有哎，反这纲，前面其实也有，前面其实也有。你拍过哪些？就是最大牌的明星啊、艺人啊这些。你说你有性别要求吗？没有啊，无所谓啊，因为我知道你有拍一些像日剧啊、什么 NHK 的那个大合剧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说最大牌的话，那我只能说大学时候拍范冰冰啊，哦，范爷啊，可以啊。范冰冰、李冰冰，然后什么罗志祥，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棒棒糖，什么做采访的时候啊，都棒拍棒糖过，女孩，那娱记的生涯是吧？对，出道即巅峰了，这我觉得我，那日本呢？日本的话，哎呀，我就只能说，其实我拍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他这演么员大的名牌是字，吗？对，我这拍完之后发 Instagram，就是说，人家来说，你拍了个大牌，我说啊是吗？我说我现场都不知道，我甚至我还很僵硬的用英文解来直接去命令蛮他好摆动啊，作，蛮好啊！你这用样的英文东西显我得就说，更加的国际化啊。上次拍小池勇子的时候，就是其实有用英语加日语去吩咐他做了一些 pose 跟动作，或者是一些表情管理上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经纪人就慌了，就他就觉得有可能他觉得我没礼貌，或者是有点太强势，小池小姐就刚其实他是刚拍完一个东西，然后直接下来拍照的，所以他有点你状态要缓一下，就是你这样有点急或者是太生硬，对吧？然后那个时候那个 producer。过来，电视台的人过来跟他解释啊，就是说啊，这个摄影师是一个外国人，所以说他可能要求比较严格一点，有可能，对，就反正就用一些很委婉的帮我圆过去了。他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人是外国人，可能就是大牌摄影师，所以你要尊重一下人家。他有可能是这样子说，我就觉得踩你对的对对，咖那位，踩你的我咖对位，对。对，所以那我就演下去。那的确是我觉得那个 pose 或者那个造型对他来说是好的，是我想最要的，美这时候的，我就直接对，说，要他对对做，对。是的。然后之后那个电视台的 producer 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是日本人摄影师，你完完全全能听得懂日文的话，可能他们就不会这么对你了。他们就我觉得每个 pose 都需要。什么经纪人就要团队批准了之后，他才可以摆的。就幸好那个小池小姐本人就很 nice，她也听得懂，知道我想要什么才摆出来。我拍的那两个是主持人，然后他们就是 NHK 每年都会拍一套大合剧，然后他们会为了这个大合剧去做这么一档节目，就是这两个主持人会访问。剧组里面的50个人，然后通过这个访问来介绍这个大合剧，所以我拍的这两个人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主持人，不是大合剧里面的。对，因为大合剧相当于这种央视什么拍四大名著嘛，对吧？所以他们都是最顶级的卡司，然后最大牌或者最当红的这些男明星、女明星，对，所以主持人肯定也都是分量很重，对，蛮有意思的。那你整个就是在日本拍，你觉得一个怎么说？一个中国摄影师在日本，你刚才说了，可能作为外国人有时候会有好处，对吧？有特权，然后可能别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很多障碍，
或者说不方便的地方，对，有哪些？这也是我这2年才懂的，因为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真的是十分渴望自己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日语，尽管到现在我还不行，那我就非常努力。直到我在那个内部公司实习的时候，我也非常努力以日本人的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或者是模仿他们的工作方式啊，就是办公方式或者是一些交流方式的。但是最后发现，其实最后我是做了实习，但是我没有转正。我在那个公司里面，为什么？他首先已经说了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我经常会被骂，我经常会犯错，我犯错了之后会被大骂，我甚至会骂到我已经土下座了，就我整个已经跪着，我已经跪Oh 在 my 老板面 god！前，我说我错了之类的。但后来想一下，这是一个好的经历了。但想了一下，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就是因为有可能我太模仿日本人了，导致他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我是日本人。但是如果我万一我达不到日本人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当机完之后就会变成愤怒。他用日语说啊，说陈列你这样子下去，你在日本活不下来哦。他说这种话，那个时候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快要死了？我真的是不是就不适合在日本这个地方啊？但是之后我又同在日本跟一些跟了其他团队有过工作经验，或者是一些在日本的全华人团队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每个国家成员都有的一些国际团队啊合作过，或者是去泰国泼水节啊，或者是台北的彩虹音乐节啊，就做过这些工作拍摄工作或者是一些派对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的工作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用中文语境或者是用英语语境去工作的时候，我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换成了日语语境的时候，我就不行了？就是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把你当成自己人，或者是把你当成日本人去对待的话，那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不是说那个职业诉求的严格，是那种细节或者是态度言上行的，啊，或者是用字上、态度上的非常严格，但是你一旦做不到，你明明就是很像个日本人嘛，但是你突然表现出你像一个外国人的话，哦，他就当机失望、愤怒，然后就变得不知道给你什么反应，或者是，就然后是，就会。其实里面有一个误会，就是说你明明就不是日本人，但是你想融入，所以你表现得非常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真的把你当日本人，那个要求又是太高，对吧？或者说不太合适的，其实对你来说，就是是已非经常有过挑分战，到了他要你当下的逻辑要跟他们是同步的，那你当然是做不到。所以他那个时候对。他就会继续说下去，甚至是不说，他就直接不说了，直接 cancel 到你之后的东西，或者让你做别的事情。明白。所以其实我觉得外国人的身份对你来说还是有一个保护的。你真的完全做一个日本人，可能只有日本人能承受他们从小到大这种，就是说很过分的话，做很过分的事，但他们可能觉得啊，那个是我们共同认知的一个社会标准，对吧？日本人跟日本人没关系，也能承受啊。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可能就 too much，那个不行啊。就我直到最近2年，我才真正的，认知到自己的专业素养其实已经在一个行业标杆上面了，一个标准上面了。就是先肯定了自己的实力，或者是一些职业技能上的一些水平的肯定，然后再来就是我开始，承认自己的日语水平，或者就这是样，商务日语水平可能真的不到的要求。然后就开始英语，就是怎么简单玩怎么简单的讲，就是甚至还故意掺和一些英文进去，然后我发现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对，有意思，有意思所以，OK。说我就我就这这然后工作，反正我反而得到了日本人的尊重，甚至所是以，模特 Gogo Boy 们的尊重，或者是对，本来尊重我的人更加喜欢我。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聊到日本人。我觉得日本人有很别扭，或者很扭曲，或者说你可能只去一两次日本的话，你可能觉得哎，日本人都挺客气，对吧？印象很好，第一次印象都很好。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你去的多，或者像你这样长期住在日本，其实我觉得你才会发现日本人的另一面。这个是我想聊一聊的，因为我觉得这样聊吧，就是我在 Instagram 上看到有台湾人发帖。他就说他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台湾人经常到日本去玩嘛，对吧？他们互相免签，然后就说，哎，他们去日本玩的时候，感觉那些日本朋友很热情，然后每一顿饭都要他们请客，他们都不要台湾人花钱，对，然后，就是离别的时候还送他们一些什么小吃啊，对吧？什么和果子啊，送点礼物，就非常非常热情，印象超级好。那台湾人毕竟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嘛，就会觉得说啊这么客气，那就是感觉是很一下子就变成很要好的朋友了，对吧？然后他回台湾以后就发现，哎，给他们 line 啊什么的都是已读不回啊，一下子就变得很冷淡。他就会日说，本哎，人特色。对，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搞不懂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要怎么交往？是我做错什么了吗？难道那个热情是假的吗？对，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典型的体验啊。所以我抛给你，你觉得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样说到一点，就是我这十年，我有曾经努力过融入到日本人的朋友的圈子里面，但是最后是我现在自知是不成功的。我从来，我被他们叫去喝酒，或者是被他们叫去什么樱花赏花啊，什么夏天看花火大会那些，其实被叫到过的不会超过5次。对，就是十你尽年，管在，对，对，真的。然后有时候我会生气，我会沮丧，我会，比如说我友好的狗狗有那么两三个嘛，就好朋友，我会生气，我沮丧，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不叫我啊？叫你我，为什么就说我说我每次问你们，哎，周六有活动吗？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不好意思，我有约了，我约了朋友。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说啊，你都既然说到朋友了，你不把名字说出我不来，那是你应该朋就友是，吗？那那应该就是，那应该就是我不认识的朋友吧，对不对？那时候我结就果也不问认下去。识。那结果，周天晚上发 story 都是认识的，每次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说啊，没什么事情，你别想太多，叭叭叭什么。对，就是就以不，中国人的标准来讲，就会觉得，哎，你没把我当朋友，或者你们有意针对我，对吧？把我排除在外。对，但他说的不是，他说，如果你组织局的话，或者你约我的话，我也会去的呀。他们我感觉他们意识上就是还是有个圈把我们隔在外面的。所以你觉得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呢？海外，很直白的，所以就说这吸引了一些外国人，或者是你说的华人，会为了去融入这些日本人圈子，会非常刻意的去模仿自己的日语或者是一些口条的东西，让自己像是日本人。他们这样子的话，反而是比较容易融入到里面。但是像是我们这些口语说不好，或者是也不会写的那种。也不会开玩笑，不会吐槽，用日语吐槽，不会用日语吐槽的来说，可能要融入他们圈子，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到什么对游客来说日本人奇怪的东西的话，那应该是约个炮要约2个礼拜以后的这个事情吧。这个你聊一不知道聊，为什么要约两个礼拜？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就是明明你周五来日本旅游，你周一就要走了，你问人家啊有没有时间地点行，然后全都对上了之后，他说啊这个礼拜不行，然后2个礼拜之后吧，4月30号可以不？就他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回答，然后你你就觉说。得，所以你觉得，其实他就是拒绝，只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讲，对吧？他故意这样子吗？还是什么？不是，他是真的那个 schedule。
这个 schedule 就真的是排了一个啊月以内排得满满的。最近有个很啊！有趣的事情可以反映到这一点，就是今年的樱花因为气候反常，所以开得特别奇怪，晚开了2个礼拜。然后就是一个月之前去一个那些赏花圣地，就新宿御苑嘛，然后你会看到。樱花树下都坐满了赏花的日本人，但是头上的樱花一颗没开，都是树杆。不知，不好就是看因为嘛，他们这个已经1个月之前就已经约好了，甚至是一些公司几个月之前就已经组织好了这个活动，他们不能临时取消，他们不方便临时取消，他或者是没有人肯做那个出头鸟去说不取担消这件责，事情。对对，不所担以就责。很刻板的执行一个很死的计划，对，所以这个人硬去之类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也要说，这个跟那个日语的语法有关系。就日语说的时候很经常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他们只说前半句，后半句藏起来，要你来是的，猜那个东西，除非你重复你的理解，不然的话他不会纠正你的理解，而就顺着自然而去，这样暧子。昧，就譬如说，再拿约炮这个流程来说吧，就譬如说，那我下个礼拜一就走了，那我说，哎，周六晚上我们可不可以那个啊？然后他就说，啊，周六我有安排了，结束，这一句就结束了。他就是不会说不可以、不方便，要你我自们就说。猜，我们再猜，那周六不方便，所以是周五、周天方便吗？还是说，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方便？他就不说，他就让你去提那个东西出来，就就是很一累他啊，要逼你亲口说出来，哎，你是不是不行啊？就那种感觉，就很对，累啊，他希望一个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原谅的那个答句，就是啊，你不行啊，哦没关，it 系，doesn't matter, doesn't matter, no problem，就那他我的问需题要不是那你种，的问题，对对对，你对我懂你意思了。然后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我觉得也很典型。就第一次见面，如果就问你是不是单身，那可能就是想约；如果见对。面3次再问你是不是单身，那可能是想谈恋爱，是吗？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些成人片子有关系，那些剧情不是要见面喝茶、吃饭、唱 K，客然后气一下，才做事情嘛？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影响。而且啊，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约这种就是约会啊，或者是什么的，跟朋友出去什么，一安排就是安排一整天的，就是一整天都是给你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视频就是。我比跟你较做那个大，事情，可能要做全套之类的那种东西，也有可能是一种仪式感或者什么的东西。在这里有个约炮小窍门啊，就是如果你想现约的话，会有风险，有可能会约到跟照片不一样的人，或者是约到一些嗑药的人。哎，这可以出吗？可以啊，这他们自己的问题，日本人犯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对，确实风险还是比较大。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就是比较好的话，你得学会日本人那个做计划那个提前量，对吧？给他充分的这个时间对，和心理上的缓冲，让他慢慢的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如果你很着急，其实往往要么就约到这种货不对版，奇对奇吧？怪怪其的实。人，对，约到一对。些 OK，这个很好的 tips 啊，所以我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基本上就是2、3个月之前，就是开始在 Instagram 上聊，然后大这概个一我个觉月得，之前就开始约见面的时间。哇，我看到很多好，成功案所以例其实很都慢是这样子热，动的，对对对。很慢热，因为这个跟。韩国人的观感也不一样，我有跟韩国朋友聊过，就是，哎，我说你觉得中日韩里面大家的风格啊，大家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他会觉得说，他个人体验觉得日本人，
最好约，就是睡的话啊，最好嗯，睡，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想跟你睡，他也不会太多废话啊，然后他觉得韩国人是很慢热的，他可能就是跟你认识一年，他才会说喜欢你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他的原话，但我也一直有一个保持一个问号，我觉得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完全是，这还要考虑到对方的外观吧，真的是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真的。是，所以我觉反正得，我的遭遇就这个脸，这个身体，你看一下，跟你的参考能不能成参考，都就这样。下期我将继续和陈烈聊关于摄影的各种轶事，以及争议非常大的模特与摄影师如何界定作品的著作权。他回中国拍摄的一些有趣的事，以及他个人的出柜经历，敬请期待。